很多地方都很需要我们去帮忙的。能够让这么多的很好的照片，让这么多的观众可以看到，大家可以未来能够积蓄很多正面的能量，都能够藉由照片去了解到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蛮需要大家帮忙的。参观民众各个聚精会神看得专注，这一次展览的主题除了有叙利亚难民，还有尼泊尔地震的系列主题照片，期盼大家能感受到天灾人祸频传，身处在平安国度，能尽一份心力来帮助苦难众生。